来，我来开一下，看里面有什么。What the？ iPhone。在还没有开始这部影片之前，我要先给你们讲一个故事。现在呢，我用着这部相机是我的新相机。为什么我突然间会换相机？是因为我的旧相机被偷了。因为我吃饭的时候，我把相机放在车里面，然后呢，我的车就被报警，然后我的相机就被偷了。不用紧，这个也是一个教训来的，教训我改次一定不会把东西放在车上。还有，我也是要劝你们，千万不要把贵重的东西放在车上，知道吗？不然就会像我这样惨，破产。Hello， 各位知道我是 Bryson， 今天这一部呢是一部影片来的。哎。相信你们看标题，你们已经懂了，这一部影片就是要开箱你们送给我的礼物。对，就是你们送给我的礼物。太感谢你们了，哦，你个多国家嘛，谢金叫八惨了哟。我的生日在2月4号，过了很久，然后我就在我的 Instagram 这么厚脸皮的叫你们寄礼物给我，哈哈哈哈，我这种边缘人也会有礼物收哦。感觉这个世界有点希望了。OK，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就马上开你们送给我的礼物。第一份 ，Oh my god， 这是一个盒子哎，盒子哦，一个纸袋，有一个纸袋的盒子。咚，哦，这封信看得出来很用心画。第二步来神，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早日100万订阅，哇，心灵上，下面还有一个蛋糕。蛋糕，我们来看一下里面有什么。Oh my god， 很可爱耶，这个跟我一样可爱。还有，里面还有，哇，太肥了哈，没有了，感觉还是真肥版的 Mickey Mouse 啊。这个我真的很喜欢，怎么你会知道我喜欢这些公仔的？ Oh my god， 谢谢你，我一定会抱着他们睡觉。下一份，噔噔噔噔噔，哦，我看到我自己，看我的眼睛里面有一个蜘蛛，哈哈，低调开箱，所以我就不要讲他的名字，对不对？公开你住家的地址 please， 不可以公开我家的地址嘞，会被飞机炸爆。砰，里面还有东西，这是什么东西？这东西应该是你亲手做的吧，很可爱，很有触感，就是这种触感。我会放在我平时剪接影片的电脑的隔壁，然后我一有压力的时候我就，里面还有这个。爽啊，还有一层报纸，还是报纸。你不要跟我讲我开到最后的时候还是报纸啊，你不要整我，或者里面是什么蟑螂的尸体，还是报纸，没有猜错。你到底要我撕几多层报纸？真是辛苦哦。这是一个杯，里面还有这个，感觉很像自己粘下去的盒子。哇哦，哇哈哈哈哈，里面有这个 Angry Bird， 这有一个耳朵的猫。盒子里面还有很多星星，这是它的玩具吗？蓝色圣诞老人，喵。还有一个刀片，为什么你送我一个刀片？然后下面这里还有一层，哇哦，没有东西了哦。这里一个冰淇淋，然后这里感觉有一本书 ，From 丹杰印杰银，谢谢杰银。里面有一些这些这样子的纸。下一个，这感觉是一个书本的触感，好像不是书本哦，是报纸，很多层的报纸。哇，原来你们每一个都想玩我，很多层的报纸哦。我看到书哦，哦，这个我懂，这个我懂，这个书我懂。这个观众写的，送你鬼漫画，让你吓吓。鬼是我最有兴趣的东西，很恐怖，我不敢看，所以送给你。这你是不敢看，还送给我了。这个我小学的时候很喜欢看，谢谢你的书，还有谢谢你一大堆的报纸，榴莲。下一位。哦，这里有一个盒子，这里写着公开，你看我每个细节都看到很清楚的。我来开来看一下，它这个讲开。哦，噔噔噔噔噔噔噔，棉花。Oh my goodness！ 哇，这相机 focus 蛮厉害的。然后这里还有很多棉花。他的盒子盖上面有这一张纸，布莱神生日快乐。嘿，布莱神，首先跟你说 Happy birthday， 希望你可以开开心心，注意休息。Every love， 谢谢谢谢 Every love， 阿里嘎多。像我们开这个扁扁的，哇，这里有一个很可爱的布莱神，又是星星衣服，这里有一个星星的 To Bryson， 哇，他帮我签名。然后里面还有这一本自己做的书， Oh my god， 这里有一个我的那个 outro 的照片。Happy birthday to Bryson！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页，
这也是我的 Facebook、Instagram 还有 YouTube， 他都把 screenshot 起来了。支持 Bryson， 支持 Bryson， 现在全部都是支持 Bryson。来，我们看下一页。哦、Bryson with his family， 我和我的家人，这里有我跟我妈妈的合照，然后第二张是我的爸爸，然后第三张是我和我两个姐姐的合照。对，很美，才怪。哦，这个是我那时候我穿着一个恐龙的衣裳节目，超可爱的。这是我跟我的堂弟还有堂哥的合照，智障三人组。还有这一张是我和我奶奶的合照。哇，这里有一个神秘的黑黑的东西，让这些字打开。这些是 Bryson 的功夫。哇，都是我跳起来拍的照片。这些是小时候的 Bryson。来，我现在打开啊，噔噔噔，哇，一个四方形。Oh my god， 这张照片有够久，这张照片，这张照片应该有70多年前。还有这一张我跟我爸爸的合照，布莱森好卡哇伊，爸爸很帅哦，很可爱耶，还做到下一页，布莱森帅帅的照片，他下面有一张这个拿这个叶子的照片，哦，我突然间看到这个，他叫我向上啦，来准备一二三，哦，哇哦，哇哦，哇，厉害，叮叮叮叮，我现在还知道我的观众那么有美术天分，那我们看下一页，这里写着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Bryson， Oh my god， 太厉害了，你们真的是太厉害了。我们来看下一个，那一刻的荣耀。哦，这是 YouTube Button 的影片。年纪仅14岁的 Bryson， 布莱森就在2017年的某一天达到了10万订阅，是真的太厉害了。只要你肯努力，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哼，下一页。Oh my goodness， Oh my god， Oh my goodness， 这些可爱的 Bryson， 布莱森二号。原来这个就是第二个 Bryson。嗯哼。哇哦，这也很长，来，我来读完给布莱森 Bryson 的一封信，他还希望你能耐心的读完这封信，也希望你会喜欢我做给你的礼物，我真的很喜欢，我真的非常喜欢，虽然这份礼物不是很美，很美，什么不是很美，但是我是用心做的，我可以看得出你是用心做，谢谢你，真的谢谢你，谢谢你花时间去做这个礼物，而且这份礼物是我临时赶出来的，赶出来都那么美，真是神奇了。哇，后面还有，哦，原来是你，那时候我跟你拍照，我那时候去我姐姐的毕业典礼，然后我看到你的，我希望你不要忘记这个礼物，我不可能会忘记的啦。其实你还记得我吗？所以我就准备好纸和笔要给你拿签名，可是一下子觉得不好意思，其实不用不好意思啊，如果你们看到我，你们给我签名，我是很乐意签给你们的，就算合照还是签名我都很乐意的。我记得你，我在毕业典礼看到你。哇，还有下一页，最后祝你生日快乐，学业进步，早日破100万。 Yes， 100万，支持 Bryson、By John， 谢谢你 John， 谢谢你，真是太用心了，我会把这些全部收好来，我一有时间我拿出来看， Oh my god， 我会很感动，我感动到睡在地上，然后这样子哦，谢谢你 John， 下一个礼物，哦，感觉你像是零食，哇，很多包，这个是什么，里面还有一个红包，下一份礼物，这个形状啊，有一点像一些东西，像什么东西？我们现在马上就开啊！有猜对哦，像这个东西，对，就是电话。Oppo， 不过它包到这样子，应该是假的吧？你看它包到整个那个保鲜纸都皱皱了，应该是假的吧？哦，全新啊，假的。Oppo， 有你有我就容易。此时此刻，我的心情是非常的矛盾，我不知道要笑还是要哭。还是要打人。Oh my god， Oppo！ Oh my god， 我拿到 Oppo！ Oh my god！ 哇、Oppo！ 这应该是全世界最薄的电话。Oh my god， 还可以熬的。Oh my god， 生日快乐！我希望你在 YouTube 越来越多人 subscribe， 爱你，我也爱你。被 prank 到了吗？被 prank 到。你的礼物在里面哦，哎，还有礼物在里面。李永义，谢谢李永义，谢谢你的 Oppo。哦，这是什么？这是他自己弄的是吗？你看很可爱耶。耶、yeah, 很可爱，不错啊， prank 到我啊，谢谢你。哇，会不会改是寄礼物过来全部都是 prank 我， Oh my god， 下一个是一封信，这个是谁，很可爱耶，他你看他的样子肥肥的，他的脸应该很好摸。哇哦 from 张台肯，谢谢你刘凯翔哥哥，我是第一次写信给 YouTuber。 下一份，哇哇哦，这里有一个1岁的标志，就讲里面是玻璃啊，怎么，我先把这两个分开，我来看一下这个里面有什么。哦，我看到纸哦。哇哇 ，Bryson 的照片，这应该是他自己弄的手工。来，我来看一下第一页。第一次翻唱 Seven Years， 也是 Bryson 第一部影片，这是我第一部翻唱，也算是我的黑历史。留下追的追。
哦，这全部是翻唱，这个是 Dennis 跟我的翻唱，这是我和碰碰的翻唱。哇，看来这个观众很喜欢翻唱，他每一个去 print 出来，谢谢，谢谢你。下一页，我这个水样不怕死的不来神，吃神九进九变。哇，中午讲话一直破音。下一页，这是 prank 的系列，这是拿狗大便整二姐的影片，这是拿面粉整二姐跟大姐的影片。哦，这是我人生中第一部都市传说，不过我现在应该是没有拍了的。那我们看下一页 Resident 第一部 vlog 影片，这是我买相机的影片。哇，真的很用心耶，第一部翻唱又给他拿出来，第一部 vlog 又给他拿出来。 Resident 拍微电影， Resident 有女朋友了没有啦，这个不是我女朋友哦，没有了。 Oh my god， 你真的太用心了。你的名字耶，这个我真的要放好，谢谢你，谢谢你。还有一份，他这里其实有写他的名字了，但是我为了要尊重他，所以我不要讲他的名字先。哦，里面有一个盒子，这盒子感觉很精致。哇，里面有两份礼物，里面有一封信。你好 Present， 这是我送你的生日礼物，希望你会喜欢，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这是一个蛋糕，其实我是一名小 YouTuber J Hong Liang， 祝你身体健康，学业能进，2018年 Subscriber 破100万。来，我现在开里面的两份礼物。哇，他刚才又这样用心做这一份东西给我，然后现在又送我两份礼物，我真的是噔噔噔噔。来，我来开一下，看里面有什么。What the fisherman？ iPhone 8啊，给你们看一下它的包装。这个是刚刚被我刮到的 iPhone。然后它这里后面写是256GB。我是希望不是 iPhone 8、啊、我不希望你破费啊。 Oh my god， 怎么开不到了。 Hello darkness my old friend。 Yay Yay Love sex Durex Yay， 不是 iPhone 8。 Yay Hello darkness my old friend。其实这种十八禁的东西，嘉欣，这是真的，真的包好、啊、我没有看过啊，所以我不大懂啊。哦、oh, ，这是糖果，这有写 surprise gift， 然后这有写 candy is better than。Oh my， 怎么你们？啊、Hello darkness my old friend。这里一个 iPhone 的说明书，至少他牺牲这个给我。Oh my god， 这种 iPhone 8 啊。啊。Hello darkness my old friend。哦，它这里面有一个重量的物体，感觉是很像砖块的东西，就为了让整个盒子看起来更重，拿起来就更真，更像 iPhone 8。然后结果。Hello darkness my old。 不用紧，有怎么样的 YouTuber 就有怎么样的观众。不用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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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紧。我来开这一份。哦、oh, ，又是公仔，我很喜欢公仔。耶、yeah, ，Mickey。里面还有一个东西，这里写着 Bryson 不来神，然后这里有一个香港 Hong Kong。来开看一看里面是什么东西。哦、oh, ，里面有招财猫，很可爱的这个。这个。谢谢你。不啊，谢谢你，还是要打你。没有啊，谢谢你，谢谢你，你非常有心。阿里嘎多啊，神奈哦，新加坡看上没大哟。让我去拿一下下一份礼物。里面有一个盒子，然后这里还有一个这一片东西，然后还有这一块。我先开这一个。